大家好，我是蓉姐，这个菜我们叫萝卜饺。倒入浇头，放盐、鸡精、白糖、炒匀，起锅前放一点花椒油，这样一道浇头炒肉末就做好了。腌制的浇头也可以了，放生抽、醋、味精、海椒油拌匀，这样腌制出来也非常的好吃下饭。两种做法都做好了，简单好吃下饭，喜欢的朋友你也可以试试哦。